I'm author of 19 books from China. This is my 19 books. I designed 3,000 sweaters. Please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Update every day.我们每隔13行第14行减针，一共减了5次，每边都减了5次啊，在4个加针点的一侧，一定要记住我说这句话啊，是一侧，你看，也就是分别在中间的这一条的左右，就是在这20针正针的左右鱼骨针的外侧，你看减针，你看啊，减的针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对不对？这边也如是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点，但是我们着重的给大家讲了半天，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个地方有那个困难，不要被绊住啊。你看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也是减了五次，记住了吧？是在这个20针的两侧减的针，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好了，我们在一边向上走一边减针的过程当中，你看当你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减针了啊，看到了吗？也就是我们在向上一边织正针，一边在四个减针点减针，在向上推进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当你减完之后就来到了收腰的这一部分啊，也就是现在从你开始织往上来啊，从你开始织正针往上算啊，你一共要织27厘米，从这儿开始算向上27厘米。你在这个的同时呢，你在一边减针，但是你也同时就来到了收腰的这一部分，一共27厘米啊。到这儿之后我们要取正中间的36针，从这到这一共是36针啊，它是六针的麻花第四行拧，六针的麻花第四行拧啊，中间相隔了两针反针啊，你看这左右各一针反各两针反针啊，然后这样一路向上走的，看到了吗？我们这个高度呢一共织6厘米，这个麻花六针麻花第四行拧啊，中间隔了两针反针，这儿都是反针的啊，为了区分于和左右正针的这个花纹，所以我们是按照这个走的啊。织完六厘米之后再改成织咱们的这个正针，继续向上推进啊，其他位置没有变化，把你剩下的针数按原有花纹向上推进就对了啊。好了，我们在向上织的过程当中啊，就涉及到了一个什么环节呢？大家看啊，我们把整个大片给大家铺开了看，你的左右的这个十针的花纹从来没有变化过啊，这是八针的麻花第八行拧，两边两针的正针和一针的反针，这个是没有变化过，一直向上走的啊。好了，我们在向上织的过程当中，然后你这个时候要算一下你剩下的针数是多少了啊，我们一共余下了多少针。好，这时我们的后背啊，应该是一共余下了后背片儿，一共余下了98针啊。然后左右前片儿完成减针动作之后，你应该各余下了27针啊。这是整个的后背片的部分余下了98针。啊，你的左右前片儿，我说的是这一位置啊，这部分你还没有织呢啊，还没有到这儿呢，只是这一部分。啊，你要27针，当然了，这一侧对称的，你也是还剩下27针啊，就是这一部分，看到了吧？好了，我们现在针数都有了，然后高度啊，我们再给大家继续再说啊。当你完成了这个六厘米的这个中间的花纹之后啊，然后向上的高度给大家说一下啊，一共是68厘米，总长度啊，总的长度啊 ，sorry， 一共是48厘米，也就是从你开始，看从你开始啊，织正针的这一块往上，一直到腋下的位置啊，一直到腋下的位置，一共是
48厘米，给大家写好啊。看，这不是腋下吗？看到了吧？也就是从腋下这个位置啊，开始算起，一直是从我们啊开始织这个三行，这个三个花纹的这个位置啊，一直到腋下，它的高度一共是，这是腋下啊，一共是48厘米啊，看到了吧？到这个长度之后，你才可以剪腋下呢。腋下的分针我们刚刚呢已经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了啊，这儿大家一定要看出来啊，一定要认真看呢，从这个位置开始算起的啊，这个位置往上，这个位置往上啊，到腋下一共是48厘米啊。好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左右前片的余下的针刚刚也给大家都展示过了，现在就要到了腋下剪针的环节了啊，我们现在就要将它整个分成大片，分成三小片向上来织了啊。首先说腋下，腋下呢我们要在它的一侧啊平剪三针，因为你分片了嘛，我说的是后背片你要剪三针，那么当然了你的前片也是剪三针的，对不对？两边各剪三针啊，那一共就是 6针了啊，整个这一部分是 6，但是光就这边来的说的话是 three 啊，这边也如是啊，腋下也是啊，这边剪三针，这边剪了三针，一共是 6针啊。好了，剪完这三针之后呢，你看它有这一部分斜的啊，也就是它又进行了下一步的剪针啊。怎么剪的呢？它是每两行剪一针，一共剪了4次，就是隔一行剪一针，一共剪了4次，看到了吗？剪完之后啊，两边都如是啊，后背片是这样，这边也是这样，包括这边也是这样的啊，这边前片啊这儿也是一样的，然后一直往上织的啊。织的过程当中，它的总的高度，我们先说后背片一共是18厘米，从你开始剪这个三针的位置开始算起，一直到你完成了整个后背片到这个高度啊，它的这个高度垂直高度一共是18厘米。好了，我们完成了后背片之后，然后就来到了前片啊。左右前片我们在腋下的位置呢已经剪好了针了，然后呢就要开始向上织了，但是向上织不能一直的往上织，因为我们还涉及到一个剪领口，因为这部分还没有，所以我们给它折起来啊。剪领口到哪个位置开始来剪这个领口的部分呢？给大家把这个尺寸公布一下啊，也就是当你完成了啊这一部分的剪针之后，从这儿开始算起，一直到这个的高度啊，一共是8厘米啊。剪完了腋下的这个高度到这儿一共是8厘米，你就要开始剪这个领口的部分了啊。领口的部分怎么剪的呢？首先你要平收你的这个边针，就是你这个边沿的这个门襟楼纹的这个麻花针啊，一共10针，这个门襟的部分，对不对？我们把这10针剪去之后，要在它的一侧啊，隔一行剪3针剪一次，隔一行剪2针剪一次，隔一行剪1针剪2次，余下的针向上直着织就可以了啊。当然了，另外一侧同样也是这个剪针方法，因为它是为了要对称，明白了吧？好，剩下针也是往上直织的啊。完成了剪针之后，我们把前片剩下的尖头剩下的针数取和后背一样多的针数给它缝合上啊，两头都缝合上。那么好了，就来到了下一个环节，挑织啊，领子的部分啊，领子不是挑织的啊，是从上往下这样织的啊，它是这样织的，然后在这儿缝合，知道了吗？领子的这一圈啊，不是一圈啊，领子整片的部分啊，我们一共要给它起208针，208针是从这个方向往下织的啊，从这儿往下织的，对不对？将这208针一直啊向这个位置来织啊，它的长度一共要给它织16厘米的长度啊。
16厘米，看到了吗？从这儿到这儿16厘米。完成之后，我们要跟这儿缝合在一起，看到了吧？208针，因为是花纹的特点，所以到这儿你的针数就变少了，就方便于和这儿缝合了，看到了吗？缝合好了，对不对？